哇，有人被打到了！哦，椰子！啊哦啊！你们怎么可以死在这边啦？椰子好伙伴死掉了！你快跑，椰子好伙伴！是有人也是椰子，椰子好伙伴死掉了。我是一个帽子。帽子在船上的帽子，我是在繁星头上的，我是在珠宝堆里的红宝石。啊，傻眼！这刚刚是我跟雨韵在玩，是不是？香蕉掉了，我是旁边的炮弹，我像藤壶一样粘在船上。你粘在船上也太扯了吧！太猛了！因为看到一个船上，怎么会有个东西粘在上面？一个藤壶啊，长得像帽子的藤壶。嗯，你现在选一票，这个思想复仇是不是？都一票。可恶，刚明明变一只鱼，然后插在那个狮子的旁边，然后当个刺人看。可不可以拿平底锅来打？好像打，你可以按 V。啊，不是，我要拿起来，然后拿苹果，锵锵锵，那一定很爽。我被变走了，你被变走了，想变，变走了，变不见，变变不见，怎么变了？等一下，哦，打叉子哦，废物叉子，这叉子怎么？有一个叉子在空中飞，我瞄不到。不是我，这是钩子，认错人了。在整片你后面，刚刚有一个钩子啊。那个钩子在这上面，在附近。没有，你们认错人了。你们误会了啦。那假的吧？杰克，不要动了。假的才秒，走了才假的才秒不到啊。这个地图我绝对不会变的东西就叫叉子。太明显了，不是大家已经变太多次了。这也太滑了吧。欸，我刚变出一个房子。欸，怎样看到有个房子在那边跑了。好恶，我也想变。哦，那栋房子有出来。哦，那个贝壳好大。所以那个可以变的房子有出来吗？有，没有，这次有出来吧。有幻觉什么？这里啊，这里啊，我动不了了。帮摸不摸得到？哎，我刚动不了，动不了。我现在是卡在。这雪人好可爱。嗯。啊？啊？是谁？啊，原来是小雨哦。就是乱打，不小心打中是不是？对啊，我刚刚一走出来乱打就打到，嗯。乱打打中啊。那个超扯的，它看起来就像布景，竟然可以变。对啊。所以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地板上那个木板啊，可是它跟那个地板上的木板完全融在一起。我这里好像有，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当心！走拍到，但是我刚刚有压到。好，你刚刚有压到，你的屁股有感觉。我的屁股压它。你的屁股有感觉到吗？那个鸡没有叫。你有感觉到它是什么形状吗？不知道哦，找到了！哦，洗了，原来是陨月的形状啊！哎呀，哦，啊，懂了，懂了，剩繁星，懂了，变不出房子了，欸，想变房子变不出来，哇，那他应该不是在下面啊，应该在外面，除非他动了。刚刚看到在外面变房子。是在哪呢？在哪？丢鸡丢鸡丢鸡！它是一个灯变走了。在哪？我真的不会瞄哎，欸，我就算找到了也打不到，你知道吗？在哎哎，刚讲完不会瞄，打死了。然后就是我换近战了。直接用打的，直接贴过去打他，用脸撞人家。哎，我拿到一个好可爱的帽子哦！我想直接 ban 掉了。ban 啊 ！ban 啊！问红色斧头是什么意思 ？ban ban 啊！没在看，还想问。检举跟移除差在哪里？移除只是删掉，对不对？对。好。不要问。红色斧头。
就是你去问巧克力，他会告诉你。或者是你十二月五号可以看一下 Amigo，就是明知故问的那个被贬掉了。我已经多久了还不知道？哇，就加派加派，这不行、啊。我问你妈妈为什么叫我这个名字？哇哇，我去列入，哇塞！我去掉下来。哎、欸，我为什么不能变？快点把灯都打一打。灯都打过一遍。他们除了泽平以外，其他人都是可以变灯的。欸、真的打中了吗？啊！啊！啊！宝宝鸡！哎哎，他连变的东西碰到弹簧床也会弹上去。对啊，会弹走。好可爱，好可爱。咦？咦？咻咻咻咻！惨了。怎么了？嗯，在哪里？奇怪，刚弹簧在哪里啊？弹簧被打掉哎、欸！弹簧会被打掉，对吧、啊？嗯，会。会被用光。可要剩一段时间就回来。哦、嗯。嗯，要变东西的声音。哪里几楼？我在地底下，在我头顶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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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没有那么坏嘞！挑逗他。我想说，如果是哈基会怎么做？到底在哪里？谁把一个床的在到处飞啊？快没魔了啦！嗯。笑声超烦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前面这个是好伙伴吗？还是前面怎么一下有人丢床下，一下有人丢棺材下来啊？怎么一直有东西掉下来啊？满满的大雨特暴，等一下会不会一个房子都飞下来了？等一下你换灯下来了，我的fuck。哇！等下来，等下来。哎、欸，你们要不要来找我？我找到一个了。你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外面吗？外面。嗯。一楼。然后他一直想要干扰我，没有用。你就一定在这附近。不讲话的应该是喵哈。这我不好说、啊，我看一下剩谁啊 ？OK， 还蛮多人的，没找到、啊，都没找到。我问一下，这个是谁？这一个人，谁？嗯，哪一个人？你有看到我动吗？大主播，你有看到我动吗？杰克，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能在这问题，你知道吗？没有、啊，只有奇怪的东西在地上，然后再互相认清，到底是在干嘛？太多了，太多了。杰克，我觉得我们可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可以走了。没有人，太好笑了吧？干，做蛋嘞！你知道那个床是谁变吗？是我变的，就是你。哦、哎呀，还是你啊？我刚刚跟杰克直接是站在旁边的。我想说那个东西怎么突然会动了？我一直很想趁机移到比较好一点的位置，但是到处都有猎人。黄金 potato。没有，这应该是女巫吧？但是不知道是谁。究竟是谁呢？
谁呢？是谁？难怪我刚刚不能变那块木板，对吧？因为是杰啊，原来是杰克啊，原来是因为这样才不能变啊！我想说奇怪，我怎么没指到吗？也蛮好笑的。嗯，哎呀，我觉得我今天猎人境好高啊！猎人呐、啊，猎人呐、啊，嗯，而且为什么都是跟哈基同时当猎人？嗯，猎人这么凑巧，哈基，哈基，哈基，过去过去，嗯，现在东西会浮哎、欸，哈浮，以前哦，你说会浮在水上吗？对，哦。OK， 有没有人在这啊？嗯，在哪里呀、啊？哎、欸，我们猎人房有叫哎、欸，真的假的？而且是本来没有叫，突然有叫。好，拜拜。那我多玩一点。刚刚谁在小屋？让他刚刚那个猎人小屋是我用的。哦。啊。音乐啊，还是真的有啊！啊，因为刚好拜拜。刚刚谁在小屋上面啊？这也是阿佑你用的。啊、我刚刚在小屋上面有一个猎人在旁边，我慢慢的往下掉、哦。难怪那个鸡慢慢的从不叫变可以叫。小屋里有人。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刚小屋里不止陨月，是不是？我不是在猎人小屋，我不是在猎人小屋。嗯嗯，对，我今天当自然系，自然系，很成功的自然系啊，可以，不会被当的那种。这个是什么？由于母鸡失去连接，母鸡失去连接。这由于可能下列导致原因，你所以你游戏房主死掉了吗？房主离开了游戏，或是的网路废话，还有一个讲废话讲废话，或是你网路失去废话，这里好像有人吗？嗯，我刚刚很棒，假的，所以刚刚那是板筋然后断线吗？不是。我刚刚是一个枕头粘在峭壁上面，在峭壁上面，哇，真太好了吧！就跟一个海星一样一样贴在上面去，你也是海星系的。我刚刚也是在小屋那边狂丢假的，所以是刚是小屋有三个人，是不是？小屋三个在装，我进做坏事。哎、欸，我看到你断开连接，断开连接，哇，甚、啊、而且他真的写断开连接，对啊。三年，永编就好嘛。断开一千年，没关系啊。这种这种骂我垃圾，直接永编掉。哇，这么凶，他不知道我是可兰的。可兰的，可兰是火化。可兰的垃圾，我是可怜的垃圾。可兰是谁？可兰是谁？哦，这边有地方可以躲。是骂骂谁？骂谁？骂可兰。谁打枪？谁打枪我就骂谁，我去敲他，谁是可兰？船打那艘船，那艘船你是可兰船，等等拍一堆假账号，是船了，没关系。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骗呢、啊？整折哎、欸，又是折品哎、欸，好扯啊！對啊自然系我是自然系没啊，他办假账号来刷我聊天室，我也开心啊。他要办账号要可能要一分钟，我们奔下去只要五秒钟就好了。对啊，去办谁耗时间比较多就好。去，最好是加个一二三，加个一二三，让我知道关台前可以背你几次。哈哈哈哈哈哈！零一零二零三吗？对。铂金哥就是传奇啊，那个已经超猛了。看一下他刚刚骂那个哦，陈雪慧，记得哦。我怎么觉得这个是拿他爸爸或妈妈的账号来、啊？对啊，那一定是拿他爸爸妈妈账号、啊。我看不到他了，在哪里呀、啊？最后才抓到。嗯，在哪里？就战戏，他边缘的板子在地图边缘的板子，地图边缘。地
根源人之力。甄选会一听就是他妈、啊。然后到最后会不会就有一个他妈妈来跟你私讯说拍谁那个我孩子没管好？啊，很多都这样。所以现在可以加吗？可以加，可是好好要出来才能不是？什么什么那种黄秀莲啊？我们已经管我们了。陈布鲁啊、嗯，啊没有，现在这边可以吧？这边可以，可以了吧？可以进吗？我马上。好，你有25秒可以进。可以。你还有25秒，没事，20秒。我没有生气，我看起来像生气吗？很生气吗？哦，生气哦，真的是哦。我是没有很生气的、啊，我真的没有不爽啊！你不要在那边吵了好不好？我们的生气啊，奇怪哎、欸，超猛，红色蜡，红色蜡，凶是不是？红色斧头，这个东西你 Google 就 Google 得到啊，怎么又是这一关又是当国福光啊？又当猎人啊？哎、欸，怎么这么火？等一下，我想变其他。